今天再来吃一个我从来没吃过的东西，看，它叫九层皮儿，好像还有很多别的名字，你们有没有知道它叫什么的？据说这个东西煮完了吃，和板栗的味道特别香，比板栗好吃。这是我煮好的，尝一下啊。它为什么叫九层皮儿呢？掉。咦，一层皮儿，是不是这个有好多层皮儿，所以才叫九层皮儿啊？哇塞，里边特别黄，真的像板栗似的。嗯，特别糯，哎，真的，它这 好多层皮儿。真的特别面，而且还有一点点微甜，比板栗好吃。这个是确实挺好吃的。妈呀，真的好多层皮儿啊！嗯，